哦，跟住咧，今日都有一個生日嘅點歌㗎，咁咧係我哋遠在海外好有心嘅 Mr. KK 黃生，温哥華嘅黃生啊，佢種啲花真係靚到不得了，真係犀利犀利。咁咧係啦，佢咧好記得喎，佢話阿 Donald 咧就係8月12號生日嘅，咁樣咁佢就話首先咧就點咗首歌嘅先啦，因為要預早啊，咁咧就係變咗係今日啦，應該係。咁咧就送呢一首獻出真善美，祝阿 Donald 生日快樂，健康平安，工作順利，生活愉快。咁呢首好有意思嘅歌啊！江老師嘅詞，今晚老師起碼3首，係請過江老師嘅詞。